今天阴天啊，得赶紧走了，要冻得手打哆嗦，没戴手套，太凉了，不过好爽。出发，小海螺宝宝，收下，收下。看这个是啥？这个是啥？有认识的吗？这是咋回事？这什么把这海葵给吃了？你看，天，海葵吃了这么多东西啊！哎呀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的道理都适用。这好小啊，这个，真有意思，刚塞了。你们肯定啊，你们能看得见吗？我以为你们看不见这个石桌在哪儿呢。哎呀，你看这小手动的，哎呀，哈哈，好爽啊，唰唰的。哎，这还一个嘞，好多大石桌了，都是石桌王。哎呀，是这个井啊，就是这一块井，捡了一趟，看能捡多少。缝顶一定要看着缝顶，圣人也有失算的时候。计时螺收下。咦，这是个啥？哎呀，啊，这么小的螺呀，我的天哪，怎么翘起来了？自己真醉了。那待着吧，花花，把你放回家里去。嘿，走。当当当当当当，啊，这酸爽，这个水太舒服了，炸的通红了，已经没哪有知觉了，太冷了。大兄弟，好兄弟，这么小的小八爪，看它的每个触角都触动着我的灵魂跟心灵啊。收下，看里边有东西吧。我手没知觉了，破瓦了，天哪，这海螺大，我一下就摸着它肉了，吃的。哎呀，八爪鱼，看到了吗？神奇，这海螺得专门收下。八爪鱼，我放兜子里去，这个得收下。一个，还嘴里还是不干净的，拿呀！哎呦，爷们儿嘞，这可是冻的手通红了吧？上次给大家看，大家说不红，炸的我那难受，大冷天的，哎呀，手都冻粗了，真醉了。哎，喘气儿呢，在这儿，哼，哎呀，呼吸。你的一颦一笑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放桶里，看一桶货，换衣服啊，先换衣服，给大伙儿看一下我里边怎么包装的吧。都湿透了，哎呀，湿的呱呱的了。
着水，看着水。哎呀，晚上赶海大家也别羡慕，容易吗？那行，我视频到这支持啊，不能踩地下，太凉了，这个天儿深秋了。在我评论区给我多多评论支持我一下哈，拜拜。